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这一次因为疫情哦，各国央行拼命的印钞哦，引发全球房价的高涨，在亚洲哦，这个很多年轻人觉得躺平算了，不仅仅是在中国，事实上在韩国、在台湾也都有类似的处境哦。台湾这一次哦，台积电传出来要在高雄设厂之后呢，高雄房价哦闻鸡起舞，有多夸张呢？现在媒体追踪哦，已经有的案子一坪先加价30,000，然后全新的案子哦直接开价涨30%。好，这样的房价压力当然引来了贫富的差距哦，跟内部的矛盾。事实上，在北京内部哦，最新传出来疫情扩大，这一次的扩大不仅仅是北京，包含了东北、蒙古乃至于俄罗斯哦，这一次疫情都增加。然后呢，北京启动的封城令之后，外界关心哦，未来六中全会到底会不会如期的举行？而且呢，这一次的能源跟断电的危机哦，华尔街日报说李克强要背锅，但是中国内部现在传出来连柴油都缺哦，所以整个冬天的处境哦，显然会带来相当大的变数。而与此同时呢，003的中国的航空母舰哦，被这一个媒体追踪拍到哦，北京加速打造。同时呢，日本的出云号哦，经过美国海军部长的证实哦，果然真的是航空母舰。好，外界的观察标准除了中国军事的扩张之外，事实上死神无人机哦，现在也杀到极地冷战圈哦，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儿要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有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财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先生，大家好；再是丛立文老师，大家好；再是房地产专家李同龙大哥，大家好；再是财专家朱月忠，大家好；再是吴杰，大家好；再是黄世聪，大家好。好，我先请教石板明夫先生哦，今年的冬天变数很多。首先第一个是能源危机的压力，其实这是全球的，全球的石油天然气事实上都有压力。然后紧接着哦，台湾的疫情哦逐步的解封，而且降低管控，可是在中国内部传出来是不断的扩散。事实上北半球哦，现在阅读到的外电新闻当中，包含俄罗斯的疫情也恶化，蒙古的疫情也恶化，然后呢媒体甚至传出来北京可能要启动封城，主要是担心六中全会的召开哦，造成疫情的扩大，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个怎么这次疫情是很诡异的，有的时候很多弄不清楚。比如说日本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日本疫情每天都在降下来。对，这个过去的时候，菅义伟内阁的时候，基本上是酒吧是晚上8点以后不可以营业，不可以提供酒，弄了很多很多的防疫措施，不停疫情不停的扩大。现在安田上来以后什么也没有做，说大家可以随便吃随便喝。对，结果疫情一直降下来，所以说有人说呢，是这是国运还是人运？对，都有关系。但有人说这一定是日本隐瞒了嘛？日本减少这些检查数量，这个是绝对没有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日本媒体现在削尖了脑子想找原因。如果有隐瞒的话绝对爆出来嘛，这是一个独家嘛。但是说确实他那个检查的就是阳性率在直线下降。对。所以这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说呢，大家还不敢掉以轻心，怕马上第六波再来。但是现在在全世界所有疫情之中呢，据说有两大黑箱，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北韩。北韩的疫情到现在为止，它有多少人感染，去世多少人，有没有打疫苗，大家都完全不知道。那么中国呢，它是比北韩呢稍微清晰一点，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国今天所有的关于疫情的消息都是发自中国的央媒，中国的就是官媒，外国媒体是一句话也写不着，外国媒体被牢牢控制在北京，关于疫情的采访是根本采访不到的，他们写的文章也只是拿中国的发表数字在写，但是中国的发表数字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很多弄不清楚的地方。比如说中国有一个统计，我们知道中国的统计是他把无症状感染者不算这个感染人数，那样的话就是很危险的，对不对？因为无症状感可以传染别人嘛，所以说他的数字都不是真实的。然后呢，他就是说，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就是说，好像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这个就消失了。而且呢，他是跟政治是非常有关系的。就是说，
其实大家注意到，其实在凡是在北京啊召开，就是北要封城啊，北要控制北京，就中国一定一旦有重大的政治动作，要开会啊，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北京周边传出一些疫情的消息，然后借机北京呢就严格控制。我觉得他这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在中国采访的时候见到，就是凡是有共产党有会议的时候，全国各地的上访者都会用各种办法进入北京城，然后去拦车队啊，去做很多动作。另外呢还有一个外媒嘛，外媒也是最活跃的时刻嘛，他们会采访一些上访者，会采访一些也就是按中国说的社会阴暗面的事情嘛。但是说一旦要这个有疫情出现的话，中国就有一个非常方便的理由，谁不许进北京，外媒你不许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在办公室里面待着。所以说呢消息就没有控制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他可能这个疫情呢，就是中国的疫情当然不会很严重，但是说呢我认为它是一直没有消失，但是它往往在政治利用这些数字。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很多诡异的事情，就是最近这个李云迪，钢琴家的李云迪，他被这个嫖娼的案件放出来以后呢还在不停的发酵。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也跟刚才疫情一样，也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李云迪他是怎么说呢，首先他是当过这个重庆的这个政协常委，所以他在政治上面是有靠山的。所以像这种人是又有钱，长得又帅又有才艺，还有后台，是一本来是最强的中国的权贵。对一些这种人来说，他们如果说就是真有这种嫖娼的问题的话，这都是按照生活作风不检点最轻微的办法给他处理掉的。而且只要是中国稍微你认识几个公安局，你认识几个哪怕科长级的干部的话，你打个电话这种事就马上会抹平的嘛。对，把央视的大量的拿出来宣传他的话，后面一定有政治动作嘛。OK， 因为他的后台没有罩住他嘛，或者是整个的就是奔着他的后台去的。那么现在很多人啊，他是重庆的，他一定是这个薄熙来的这个人等等，这种说法也有多，但是说这个不可能。如果是薄熙来的人，不可能让他活到现在嘛。薄熙来已经那么多年前的事情了嘛。那么最近呢，我想比如说重庆的邓辉林公安局长，然后可能牵扯到什么孟建柱啊，应该是跟这个也许有关系。但是我们发现邓辉林也是重庆市公安局长，这个等于说李云迪也是跟重庆有关系。问题是重庆现在的党委书记陈敏尔是习近平的人啊。他自己每次是不是我想反习派啊，就是说其实这个越重庆越出事，其实最难看的是陈敏尔嘛，就是打倒一个啊，说这是薄熙来的人，又打倒一个薄熙来的人，那你陈敏尔你把这个薄熙来的残党你到现在还保护他们，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最后是不是在暗指这跟反习派的一种反击的味道在里边。所以说我觉得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说最近习近平他推出比如说包括房产税，对，包括这个历史决议，对，到底会出现什么，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受到了党内的非常强烈的抵抗啊。对对，所以说我觉得习近平而且他很少退让，房产税是党媒出来有三天之后《华尔街日报》说韩正喊停哦，对，缩小规模然后退让。对，不，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党内矛盾一旦公开化了，这就说明已经非常严重，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才能够出来，然后党内矛盾公开化再退让。所以说包括最近的这个限电问题嘛，也是嘛，限电的问题我觉得也是有意的向习近平表示不满嘛，就是说各地有意的我们现在要限电，我们要错峰，我们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其实我认为啊，如果他们好好的努力去执行供电的问题的话，应该能够供得上。但是他们有意的向习近平就是说我们做不到啊，你的要求太高啊，你的减碳的要求太高，我们做不到啊，有意在下面摆烂这种动作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连串的这个动作，包括这次疫情，包括李云迪，包括限电等等的
都是跟这个六中全会以及二十大的党内的斗争有关系。就是这事实上意味着有复杂的斗争跟角力。对对对。但是中国因为资讯太不透明，所以真正的斗争的细节我们并不容易有追到细节的真相。对，党内的。可是我们从这些迹象就可以判断他们里头的复杂。对，所以党内的矛盾以某某人嫖娼为出现，这个也是一个蛮搞笑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深读到党内的矛盾。真的，那我请教一下董老师哦。事实上哦，北京这一次哦，想要这个持续哦，那这个执行冬奥的举办。可是疫情的缓解哦，现在从国际间的新闻来看哦，俄罗斯、蒙古、东北，乃至于今天传出来连北京都有恶化的迹象。是的，现在习近平在忙什么？看起来是忙三件事情，第一件哈叫做防病毒嘛，第二件叫防缺电嘛，第三件叫防台独。可是这三件事情看起来哈，就是刚才石板先生是对的，就是说那种里面所牵涉到的那个政治角力的痕迹，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病毒的问题啊，防疫的问题哈、啊，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怎么还在此起彼落？刚刚说的哈、啊，其实北京部分城区的确是封城的，还扩及到甘肃、黑龙江、内蒙古嘛，11个省份啊。那你只要一谈到防疫，在中国的防疫，你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你马上会想到下一句话：由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你一定会连带这八句话。所以防疫到现在在中国如果还此起彼落，它不仅是直接影响到这个等于是说六中全会的召开，这次的六中全会已经是中国过去30年历史上已经是最晚开了，拖到11月8号才开，它后面还会影响到明年2月北京冬奥，它后面还会影响到20大，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那防缺电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卷入了这个比较明显的政治斗争，这个就看得出来。《华尔街日报》是报道说，看起来李克强要背黑锅了嘛？好，其实，在习近平上台2014还是2015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就完全架空了李克强，就是说呢，他就掌握了这个经济决策的这个工具。三个证据可以看得出来，由习近平来主持中央这个财经贸易会议，由习近平来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甚至习近平还借很多次的政治局会议 来讨论所谓的经济工作、经济形势。所以第一个，李克强的经济权力早就被这个习近平给架空了。第二个，李克强还变成一个小媳妇。什么小媳妇呢？过去这个中共总理他的活动的照片啊、影片啊，其实呢，按照中共的官媒你放完总书记了之后，你就要放李克强了。我们看到很多次李克强是被消失的，譬如说他去看灾，譬如说他讲的那一段话，6亿的中国人都只有1000人民币的这个收入。好，回来讲这个缺电的这件事情啊，说李克强要背黑锅，他还真的是背黑锅。为什么？还记不记得？虽然2018年是李克强下令，他的电价哈要往下降，不能往上涨，为什么？因为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以后也是习近平你自己先提出来要六稳，六保嘛，还记不记得我们都讨论过吗？稳物价嘛，六稳里面就有一个是稳物价，就是你习近平直接下令的。结果呢，现在等于说缺电了，你要怪到这个等于是说李克强的身上。好，那到底是今天中国的缺电到底是因为六稳，也是你习近平自己下令的，还是因为碳中和？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缺电的后面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缺煤嘛。对，缺煤你能怪这个李克强吗？不行啊，因为缺煤很简单啊，缺煤就是你的美丽中国，习近平的美丽中国，习近平的反腐败造成的嘛。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哈，现在要李克强背这个黑锅，我猜李克强会吞不下去了。防台独更有趣，最近多维，中共的外围的媒体丢出一篇文章，说华盛顿频繁的打台湾牌，只能帮助北京下统一的决心。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统一的时机到了。李克强不是习近平，你要动手了。环球时报给习近平跳吗？对。当然是那个环球时报胡锡进，这个我们讲了太久了，他这个高级的习黑子针对这个事情这个环球时报是说美军在台这个事情肯定已经破底线啦，这是坐实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北京里面又有个氛围在炒作要这个挤兑习近平赶快的这个武力攻台，同时还是回到多维那篇文章，你看多维那篇文章我就写得很高明，华盛顿频繁的打台湾牌，所以始作俑者其实不是台湾，始作俑者是美国，华盛顿，是华盛顿。然后呢，这个在北京也有一句话了所谓的台湾问题说到底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是他们常讲的嘛。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要打台湾的意思就是在挤兑习近平要来跟美国开战，他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看起来我觉得习近平他是没有上当因为他最近的那我回应你我前天才播一个这个美国前国务次卿克拉奇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习近平碰台湾的话就直接政权灭亡。那你刚刚说有人挖坑叫习近平来碰台湾我只能这样讲因为过去习近平反贪其实他尤其是在海外去抓那些所谓的什么胡嘛猎胡嘛，很多上海帮的在海外的资产或是在海外的高官投靠了美国，那我能怎么办呢？对，一方面抓我，一方面美国也在抓我，那我只好投靠美国，我只好跟美国政府挂钩。所以说所谓的里应外合，我觉得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因为这是很合情理的，每一个人都想保命，每一个人都想保财产，如果我人就在美国，我的财产也在美国，我投靠美国刚好而已投靠美国的话我还告诉美国我跟美国合作怎么搞倒习近平，搞倒习近平搞不好我回中国以后又是风生水起对不对，又是一方 场面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合乎政治逻辑的举动。好，我们稍后回来。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台海兵凶战危连华尔街日报都说台湾之战即将到来的同时事实上美日也重兵集结在西太平洋。那我请教明姐现在全球追踪北京事实上加速加快003号航母，可是日本的出云号现在也不演了，美军的海军部长直接证实也是超级航空母舰。好，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之间的军备竞赛已经全面开打那连带也牵动整个印太地区这些其他包含像台湾、日本周边国家也进入所谓的这一个军备竞赛的这样的一个竞争。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解放军，那目前在上海造船厂打造中的这个003新型的所谓的电磁弹射航母那近期被这个美军应该是说美国的商用卫星直接就拍到说它上面的一个整个组装的过程那看得这个一清二楚。那特别这一则报道一个在凸显说现在连美国的商业卫星上面都装载了一种叫合成孔径雷达 SAR 那它可以不管天后那甚至有这个云层的情况之下都可以穿透，甚至夜间直接对解放军相关的不管是这个军工发展也好，甚至是军力部署都能够掌握一举一动非常的清楚。那回到003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前面才讲到说这个美军的福特号那在2022年即将要正式部署，那现在看起来这一场航母的军备竞赛中国也加大力道急速在追赶所以他要拼003那要加速来组装。那特别是003他的一个吨位已经远超过过去他自己这一个打造的所谓不管是这个辽宁号或山东舰那等于把整个吨位放大到80,000吨那近期还发现说他已经把上面的一个电磁弹射器组装上去那至于他电磁弹射的能力到什么程度不得而知，不过目前来讲如果他003可以真的一个正式服役的情况之下，当然战力上面来讲会比过去前两艘采用这种滑跳式。那还有更重要就是说他这个三战美军 E2C 预警机而成的这种空警600预警机也非常有可能可以上舰那透过电磁弹射的方式升空。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还有上面他的电战机过去也是他缺乏的，目前传出说歼15有可能也有电战机版还有美军福特级其实未来已经迈向下一代，就是说除了电磁弹射之外上面配属还有这个 MQ-25A 的加油机是解放军没有的，同时
这个 F-35C 的逆中战机，解放军目前也这个没有看到踪影。那当然外传说可能用 F-31、去作为基本的蓝本、去这个进一步升级成未来新一代的舰载机、这个可能性虽然存在，但是目前也没有看到具体的发展。不过这样的一个航母对于未来真正在台海这个作战中是不是能够发挥效应呢？其实它中间也面临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跟阻碍，因为本来解放军发展所谓的航母是打算对美军进行所谓的反介入，也就是说在台湾的周边部署航母打击群，把美军的一个支援台湾的兵力阻绝在外。但是看得出来这一个美军也在这个发展相关的反制的一个动作，那不管是从空中有这种空射型的 LRSM， 或者是各式的这个核动力潜舰，其实也都对这个解放军的航母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哦。所以未来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投入战场哦？其实有日本的前自卫官就讲说，真正开战的时候，他认为这些美这个解放军的航母应该都会停在港内，不敢贸然出海，否则会变成遭到首要攻击的一个目标。那当然除了这个美中之间的航母的一个较劲之外，当然日本近期外界关注是本来哦，日本定位是属于这个多功能护卫舰的这个出云级的首艘出云号。出云级基本上有两艘，一艘是出云号，另外一艘是加贺号哦。那出云号已经完成甲板强化哦，还有这个防热焰的相关的改装哦。那先前我们也看过，它已经直接要透过美军的陆战队的 F-35B 要直接垂直起降在甲板上面哦，那进行着舰，那同时短场起降升空。那美军的海军部长这一位叫戴德罗近期访问日本，那直接登舰去参观哦，那事后在推特上面直接明言讲说，这一艘出云号就是日本的航空母舰。那这个说法当然引发这个日本内部的这个媒体的关切，因为特别是说日本自己一直很避讳说出云号是航空母舰，即便它其实战力上已经具备航空母舰的能力，但是主要限制于说过去日本二战之后的非战宪法里头有限制，就是日本不能成立军队，所以他们改成自卫队。那很多的武器都只能做防御性的，不能有攻击性武器，包含像远程轰炸机，包含像远程飞弹，那更重要包含像航空母舰这样的一个攻击性的载台都不能够打造。但是现在很有趣的是，反过头来这个时间历史已经转变了，反而是美军直接承认说出云号是航空母舰。其实这一个地方我觉得政治上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反而日本现在是自我在约束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非战宪法那美方看起来已经敞开大门，让日本能够加大他的军力，反而是日本还受过去原本是美国加注在他身上的一个军事上发展的限制所以未来美日之间在军事发展上面的这个磨合要如何让这个日本能够真的扮演他重要角色，这也非常值得外界观察。那当然美军自己在印太地区的一个重兵部署越来越多那包含像这个先前不止他的海狼级潜舰，那这个还有俄亥俄级的潜舰前进到这个西太平洋来活动那现在连他的这个潜舰母舰，也就是潜舰支援舰有一艘 AS-40 也出现在关岛附近海域那这背后当然意味美军的一个水下战力应该在这个兵力上面会加大，在包含在台海周边相关的巡弋动作那潜舰母舰它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说，它如果今天潜舰发生相关，不管是这个有海这个水下的一个问题，或者是更重要是说上面的一个潜舰的核动力的人员的这个食物或弹药补给都由它来负责。那我们知道所谓的核潜舰基本上来讲水下巡弋至少都可以180天，那近期美军才讲说他的俄亥俄级阿拉巴马号完成第100次的战略巡弋那已经这个长达132天的时间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潜舰支援舰在中间扮演非常重要角色，因为核动力潜舰其实它如果不是因为上面人员的一个补给需求，其实它可以在水下潜伏无限期的时间，因为核动力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美军的一个战略这个、布局，不管是空中海上甚至水下，那甚至协助台湾协助日本的全面的动作都在加紧实施。好，我们稍后回来。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台积电，真的是护国神山，而且现在很夸张台积电一说要到高雄设厂呢，高雄的房价立刻涨翻天。那这一个媒体追踪已经成立在卖的案子一坪直接加30000，然后呢新的案子开价直接涨30%。那我请教一下世聪，对这一次全球的游资跟放水的充沛，事实上造成全球房
价的上涨。对，然后以台湾来讲哦，很明显的中科、南科或者是桃园或者是高雄的涨幅比台北大，主要的原因都跟哦这个科技业者的进驻有关。没错，事实上这个我们都讲到说，这一次来的这个所谓的通膨上升，那通膨上升来说的话，对于整个这个股市是一个加分作用，但是某种程度对房地产也是。那尤其是我们开始挥别了这个疫情之后呢，整个台湾的房地产在这一波里面反而还是往上升的。譬如说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国泰的这个房地产指数显示说，你看以目前来讲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全国的平均房价是 31.96 万，那季的变动也是季的成长率是 4.05， 但我们看到台北市已经来到一坪93万，那新北市40万，那其他的这个六都的其他几都来说的话，都已经来到20几万，甚至连新竹也是20几万的这个状况。那我们要，所以现在买台湾的房地产来说，平均价格已经很少落在六都跟新竹市已经很少落在20万以下了。好，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当然讲了，有台积电所到之处，真的是这个房子都一路在狂飙，闻鸡起舞这样。对，我们看到说，其实以去年到今年的时候，当然最夯的是所谓台南市。那台南市现在已经炒到，就是说包括说像这个善化啦、新市、新化等等市，现在地方呢，随便一个案子新开出来都是二字头，逼近三字头。甚至在这个台南市有一个这个从化区也是一样，现在随便都开到三字头以上，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因为有台南市的优良效应、优良示范。所以今年高雄复制，对啊，因为这个今年有放出一个风声说台积电准备要到高雄去啊，他可能是在过去在南子附近的这个中油厂，可能要在那个地方设厂啊，5纳米厂一开下去，哇，这还得了？他这个消息一下出去之后呢，整个这个高雄房地产是可以很多当地人形容是跳空上涨啊，包括说南子啦，或者说比较靠近南子的左营啊。或是说甚至连左营旁边的那些旧的这个县区的价格完全都大涨，土地就已经先飙了。那很多人就说，哎，我要去买房子的时候，那当地的这个房仲就跟你说，不用说什么，我们一坪就直接加三万，甚至房地土地呢一口气就加个2层3层的比比皆是啊。所以短时间之内在北高雄形成一股所谓的我们不能够这样说了，叫做台积电之乱了，就是说真的，他这样一来说，高雄房价呈现台积电之乱，对，就是北部，特别是在这个他所要设厂的那一边，完全都这样。但是其实不只带动北高雄，是让你可以看到整个高雄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移转动数也开始大增。譬如说以这个九月来说的话，反而是三民区、前军区跟凤山区，那这几个区其实跟台积电的厂房有一点距离，但是因为台积电要来的这个题材来说的话，整个高雄的房地产是全面带往上热的这个情形，其实是相当相当的多。那当然了，因为，台积电在最近的法说，原本大家都认为说啊，你要说这个要到高雄设厂的事情啊，居然没有说，没有说说，短时间之内好像对这个当地的房地产有一点压制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啦，他去设厂，就我们内部所知道的消息是，应该还是会宣布，只是说可能目前为止，因为他那个高雄的那个地还需要整地，就中油的地要整地，对，因为那是高度污染的地，可能要整地一段时间，所以具体可能还要宣布的时间点可能不是现在啦。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就讲嘛，高雄这个所谓的这个到底热到什么程度？现在连高雄的豪宅，我刚才不是讲吗？高雄豪宅开始热嘛，对，连高雄的豪宅都是这样。譬如说像农十六，因为如果你外这个不是台积电到高雄设厂，不是只有台积电一般的工程师啊，里面也有厂长啊，也有那些高阶主管啊。而且说真的啦，以这个新竹市现在，如果你这个他们一般这个新竹市的这个房子来说的话，2-3千万是跑不掉。那我这样我去高雄，我就直接升级到高雄的豪宅去住就好。所以现在反而很多高雄农十六或是美术馆，很多台积电的员工啊，他想要我住好一点的，2-3千万、3千万就有了，我去住那边 OK 啊。我一年的年薪大概是250万左右，加个分红300万，10年就可以负担 OK 啊。所以反而是，现在有非常多的工程师到那个地方去看，他们当地的房仲是形容说，哎呦，我们这个目前农十六变成是热区啊，这个早上签约啊，晚上就成交了一大堆啊，就是说我要卖，然后没多久就卖出去了。那也不止这样，就连这个很多台积电的工程师他去台南哦，就是说哇，这个我们呢去买房子觉得这个好便宜，因为比新竹都要便宜，然后一买了之后，他说我们买的同时银行就在旁边，银行的这个业务员就说，哎，这个譬如说这个林姐啊，你要不要买啊，台积电就赶快帮你做，对，马上就说我们马上可以借你钱啊，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说那个地方是相当相当的热。好，我请教同龙大哥哦，这一次高雄的房价真的是闻鸡起舞吗？
应该讲闻鸡起舞的效应应该 起源是台南啊。那台南是这两三年来啊，它这个整个的房价涨幅啊是胜过高雄。那当然跟台积电有关系，但是台积电所引发的背后的现象应该是说我们整个产业是南移 OK， 还有整个产业链也跟着带动，对，不止台积电啊，什么文茂啦，台挖科研发中心啦，什么台达电一二期啦，全部都下去了。所以这个背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南北的落差它会慢慢的缩小，对，这是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要显示的是蛋白全面翻身，哦，就我两三年前我就说以前是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现在是蛋白蛋白蛋白，哦，我去徒步，哦，发现，哦，徒步环岛发现，哦，乡村的涨幅是胜过你现在像台积电台北，台北涨不动了，乡村涨幅胜过于都会，对，都会中南部的涨幅胜过于台北，那么乡村的部分像我们台积电是新化善新市善化，对不对？但是我徒步到那个柳营啊新营啊，我跟你讲他们的透天，哦，两三年内大概是最起码50%-60%涨幅，50%-60%、啊。以前多少钱？现在透天你户多少钱？以前400-500万买得到的，哦，现在透天的几乎没有上千了。现在透天没有上千你已经很难。所以现在有一个现象啊，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要去买房，你会想不通。第一个现在有年轻的工程师出来嘛，哦，产业难移。第二个有靠爸的，老爸现在为了保值，多余闲余的钱就给年轻人去了。第三个最主要是两代不同堂这个趋势。我在两三年前讲两代不同堂啊，中南部的人不能接受啊，但是你现在去中南部去看看，大家已经年轻人已经不大愿意跟老一辈的住在一起，尤其是结婚以后，所以两代不同堂啊，它这个整个是刚性需求。台积电要是在高雄设厂，你想想看，从南科从台南园区到高雄园区这一段路呢，经过仁德归仁陆竹还有冈山一直到炼油这个南子，对，紫关这些这个地带整个一个带状的这个工业走廊啊，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就业人口的效应。哎，那我帮屏东人问一句话，那屏东人也会说台积电赶快来设厂啊。就你刚刚讲说台南的南科效应往高雄往南移啊。对，所以现在已经不只是台积电只是一个激发的一个酵素而已，基本上我刚刚讲的就是基期低，然后呢就业人口增加，两代不同堂这些因素，然后再来就是说台商资金回流这些因素，那最主要一个这一两年最主要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营建成本涨得太大。营建成本涨太大对中南部是影响很大哦。差别有多大？对，你想想看，它只要涨20,000的概念是什么？在中南部盖一坪普通的换储普通的房子哦，一坪整个施工跟营建跟原料成本大概要多少钱？现在台北要已经高到25,000，中南部台北现在一坪的高楼超高超高楼没有25,000，你盖不起来啊！超高楼有15层以上的，那南部原来呢10万10出头万就可以啊，你现在没有15万，你就很困难了，啊。哦，那你想想看，你营建成本这两年涨个50,000的概念是什么？中古屋是平均房价才20万呐，啊，对，台南高雄平均中古屋的才20万，刚刚讲那个是新屋会比较高一点，啊，国泰主是那个新屋比较高一点，那平均20万，你涨5万块，概念是什么？20几%了嘛，对，所以一涨就是20几%，对，所以这一波的涨幅最大的推，今年尤其是今年最大的推升力量。就是营建成本。好，那我问你哦，营建成本哦，就我理解，在台湾的营造业者哦，他们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原料上涨，对。第二个是缺工，缺工。缺工有两个，一个是台积电这类的工厂哦，挖走了一大堆板模工人等等。然后另外一个是疫情时的外劳哦，这个输入台湾的人数也受到管制跟影响。
对，然后缺工就造成了工资跟这个工钱一直上升。对对对对，工资跟材料都上扬。嗯，那么像台积电有些高级的一些什么电焊工什么，嗯嗯，一天有飙到6000块以上的工资了，你会吓到，嗯，你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嗯嗯，那么营建的工人当然也现在一天也都几千块，嗯，都是3000-4000以上，都一直往上加，所以这种现象啊，我是觉得啊，未来这个房市哈，会面临到一个情况，就是这些蛋白涨不动的时候，嗯，就是这一波涨幅的结束。OK， 好，我们稍后回来。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哦，去年开始哦，疫情之后呢，各国央行拼命的印钞，那联准会的量化宽松使得市场游资真的很多，那全球的房价事实上全面性的高涨，这种高涨哦，不仅仅是哦，观众朋友可能熟悉的，比方说美国的房地产也上涨，在台湾、在南韩，通通都是。那我请教一下月中，另外一个环节是这样的状况，使得年轻的世代 M 型化的压力更大。是，然后那个躺平的这一个趋势更加的明显。确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发现说他再怎么努力工作，永远赶不上房价的上涨。嗯，好，在台湾这个情况已经还算好了，你在韩国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啊。好，我们先看几个数据。从文在寅上来之后呢，他其实一直在提高基本工资，而提高比台湾还要多很多。就以这两年来说，韩国基本工资调高了3%之多，以每个小时的时薪已经合台币大概高达264块，以月薪来说的话大概是45000块，比台湾高非常多哦。你以为这样子就好吗？错，正好相反，现在反而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嗯，为什么？因为中小企业无法负担如此高的薪资，嗯，我干脆裁员。譬如说便利商店啊，尤其很多在学期间的学生会去便利商店打工，嗯，结果呢，以前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现在晚上12点我就关了，嗯，到隔天早上我再开。OK。哇，结果这些打工族顿时他没有地方去打工，那收入就减少了嘛，嗯，那他还没有毕业，或者是说他的学历也不高，也做不了高阶的工作，你说他要他怎么办？嗯，所以这些人最后就开始对生活、对工作、对所有的事情都失望，只好躺平。好，那这是韩国的情况。那你说日本呢？我跟你讲，日本有可能更惨哦，因为日本呢，现在呢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扭蛋父母”，什么意思呢？他就说，就跟扭蛋一样，你一出生下来，你的父母亲就决定了，就像你扭蛋一打开，里面是什么东西就确定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贫穷是会世袭的，嗯，我如果出生在贫穷的家庭，他们就会觉得我一辈子翻不了身，对，所以干脆就不要努力。这是日本的情况哦，比韩国更严重，嗯。那中国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一样在躺平，嗯。中国年轻人，我们以前常说他很狼性，可是现在这狼性呢，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很流行叫做996。什么叫996？告诉你，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周工作6天，嗯嗯，做的要死，可请问赚到了多少钱？好，就算再高薪也比不上房价，嗯，那会觉得啊，我何必如此呢？我累得要死，累得跟狗一样，我还是追不上物价上涨，追不上房价上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具体的例子，哦，有一个叫做杨林新的，本来在北京的报社工作呢，后来干脆辞职了，好，因为他一方面是觉得这个传统的报纸已经式微了，嗯，已经没有市场了。好了，他的很多同事都跑到网络公司去的，可是他却拒绝去网络公司，他觉得去了也没有用嘛，去了就是我们刚刚的情况，嗯。结果他决定做什么事情呢？嗯，到庙里面去当工作人员。OK， 哇，这真是标准的看破红尘哦，因为他就在讲他过去哦，在职场上他也觉得努力工作一定会有回报，所以4年下来他每天都努力的工作，就4年下来他得到了叫做体重上升15公斤，嗯，因为每天都不能运动，就是拼命的工作，结果薪水这么一点点，后来女朋友也离开他了，觉得他没出息，后来他就真的觉得不如归去哦，所以这个躺平主义呢，已经在整个亚洲地区蔓延开来，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哦。好，那我们刚刚说台湾目前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真的不要掉以轻心了，因为现在这个
躺平主义啊，就是我们以前常说的耍废，基本上都在告诉你他们在反映一件事情，就是对大环境的失望跟无力感，这是要去注意到的。好，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韩国的情况哈。韩国之前非常夯的电视剧《鱿鱼游戏》，我不晓得大家看了没有，它其实就跟几年前的另外一部电影《寄生上流》都在陈述一样的事情，就是韩国的中下阶层目前面临到的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先讲《寄生上流》，它告诉你，哎，韩国的中下阶层住的是什么？所谓的半地下房，也就是房子可能有一半在路面上，可是另外一半呢在地下室，所以一下大雨的水就倒淹进来的，那是《寄生上流》在陈述的事情。那到《鱿鱼游戏》呢，这时候在陈述另外一件事情，叫做负债。你看到如果看过这个电视剧，你就知道里面的去参加这个竞赛的这些人呢，背后的共同特点都是欠了一大笔一屁股的债。那不管你欠债的原因是什么，是你赚的不够多，房贷压力太大，或是你赌博输了，这个投资输了，不管怎么样都在告诉你韩国现在面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负债。那有多严重呢？给大家具体的数字哦。韩国今年到第三季最新的数字，韩国家庭的负债占可支配所得已经高达 172.4%、哦。如果对比 GDP,韩国家庭的负债已经是 GDP 的105%。你看这是个多可怕的数字啊。我们通常一个国家全部的负债超过 100% 已经都很严重了。它居然是家庭负债就超过 100%。就等于一个家庭他一年赚100万的话，可是他的负债170万。对。所以他赚的都不够还他这些债啊。是，所以这样人生真的会很绝望。对，这真的是一个大问题。而且更严重的就在年轻人的族群哦。就根据统计，去年韩国20岁到30岁哦，你看这个阶段的年轻人的信用卡负债总金额高达8兆韩元，大概就是2000亿台币。你看多可怕的事情。好，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基本上两件事情，一个叫炒房，一个叫炒股。好，也跟刚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一波市场的这个潮流嘛，他们觉得说哇，房价在涨，股票在涨，所以我要来去炒作，我才赚得到钱。问题是你真的赚得到钱吗？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嘛。那大家想说，那我买不起，我用租的总可以吧？很抱歉，韩国的租房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制度，叫做点租。什么意思呢？你在买在租的时候呢，你要付一大笔的押金。那接下来你可以不用付租金，也就是说他利用这个押金的孳息去租房子。光在韩国这个点租的金额一到一样是这样一个公寓，大概要1500万台币。你说谁拿得出来？拿不出来嘛，所以很多人就干脆就离开了。好，所以呢韩国的年轻人呢觉得啊，真实的房子我买不起，那我买虚拟的总可以吧。所以呢韩国年轻人现在流行在网络上买虚拟的土地，他会告诉你说：“哎呀，我今天在首尔的江南区买了一块土地，只要10万块韩元。”大家想说那有可能？因为他买的是网络上虚拟的嘛，他只是一个好玩而已哦。所以你知道现在韩国的年轻人有多可怜的。好，那韩国讲完，那香港那当然也是一样的情况。我们过去节目也讲过很多香港的问题哦。好，香港一个最新的调查就是去调查韩国香港人，你对于买房这件事情你的看法。结果呢有51.6%的人觉得买房子叫妄想，还不够严重哦，还有20.8%的说根本就是幻想，好，如果以零分，所以八成的人觉得是幻想跟妄想，只有两个人，两成的人可能有机会，对。好，那再来呢，香港人觉得呢基本上你要先买房你才能结婚，结了婚之后你才能够生子，这个比例高达60%以上。那你看这是个多严重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以具体的0到10，零代表你完全没有买房子的希望，10代表你是最有希望的。结果呢高达 34% 多的人就是零分，他觉得他这辈子买不起，在香港买不起房子。好，那如果今天你说买不起房子，那我租房也是一样的道理嘛。我们看到香港，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介绍过这个所谓的汤房。好，这汤就是破开的意思，就是把原本好的一个房子就拆切了很多很小很小切。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上这个房子，看起来还蛮漂亮的，可是大家仔细看它的床在什么地方。它的床在它的浴室的上面呢。那也就算了，它的上下铺哦，上铺是床，下铺是浴室，对，好，那大家再仔细看，你有没有发现上床的怎么上去？不知道，没有楼梯耶。对，所以很多人就开玩笑说他怎么上去呢？就先跨到旁边的琉璃台，再从琉璃台翻上去。有人开玩笑，就像马里奥里面那个弹跳，你这样弹上去，因为他根本连挂楼梯的地方都没有。
这样子一个摊房，你知道租金要多少钱吗？合台币一万五啊。哦，所以呢，现在在香港呢，其实有高达21万人就住在这样子的汤房，人均的面积只有1.36平，那是香港人正常的这个房人均面积的30%。可是换算起来，不就在告诉你，香港人的房子的人均面积也不过4平而已，那你就知道这个香港的居住问题有多严重了。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全球的军备竞赛，不仅仅是003PK 出云号，事实上在极地的作战的死神无人机，现在美中俄也在 PK。对，我们熟知的这个 MQ9A 死神无人机，近期这个美军在测试它这个飞往这一个极地的一个性能上面的一个测试那这一次这一架美国空军的 MQ9A 飞往加拿大的这个北极圈那主要在测试，不是说在测试它的一个极地气候严寒，因为基本上来讲 MQ9 它就有这个机翼上面各式的除冰装置，它本来就飞行的高度它是可以耐寒的。那最重要主要在飞往北极，是在于说无人机做过去以地面的远端遥控来讲通常不会往这一个南北极飞。最重要是说上面的这一个卫星链路基本上在这个南北极的大气阻碍会非常大，有可能会让这一个无人机可能失控所以这次他测试主要是说，他透过他自己这个通用原子动力自己公司发展的一型这个 L 波段的这样的一个机载系统等于说可以大幅减少这样的一个大气阻碍，能够顺利的让他这个远端进行遥控飞行。那更重要是说，这一次破了这个 MQ9A 的一个最大飞行的航程记录那飞行时间长达43个小时那将近快2天的时间。那我们换算一下速度来讲，如果它以不用飞太快，它本来就是这一个次音速的一个飞行的能力，如果它以每个小时巡弋，如果用500小时的速度来算轻松就可以突破20000公里的航程。那更重要是因为 MQ9 它不是 透过空中加油，以它自己的续航力来讲，这样的一个侦察范围的确非常的惊人。那除了 MQ9 不断的性能提升之外，其实这一个通用动力原子公司它自己另外一型发展的 MQ20 过去来讲非常少见近期也这一个加上它自己的目前美国空军在测试一型叫 Skyborg，就是这个等于说 AI 技术的一个自主飞行核心系统。那这一次很特殊是 MQ20 这个机腹下面还挂载了一型叫军团吊舱那这一型的吊舱基本上来讲是属于这个红外线的追踪系统，就 IRST 那挂载这样的一个这个红外线吊舱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说，第一个，目前这个美军在开发所谓 AI 自主飞行的系统这个 Skyborg 基本上有非常多公司在竞争那其中 MQ20 是通用公司它主打的一个机种。那未来这一型如果说无人机它搭载这样的 AI 系统之后，同时挂载这个所谓的军团吊舱变成说未来的作战模式是 F35 在后面，先前其实有其他机种也进行过所谓中程僚机的一个打击，就是过去是用 XQ58A， 那现在如果换成 MQ20 的一个情况之下，上面的 IRST 系统有助于对敌方，不管是今天如果加强敌视解放军的歼二十，它可以在远端就掌握到这个歼二十的行踪，那同时可以导引后端，包含像 F 三十五战机上面挂载 AM 120中程的空对空飞弹，在这个 F 三十五它不需要打开这个雷达征收的情况之下，透过上面的红外线追踪系统，可以导引这样的中程空对空飞弹，把对方的敌机给击落。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未来这样的一个非常多的中程僚机的设计，那 MQ20 加入这样的一个竞争行列之中可以看得出来，它未来除了可以自主飞行甚至自主攻击之外，那等于是这未来这个 F35 逆中战机的一个贴身护卫，那整个无人机作战未来可能也会在台海周边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 脸书 Twitter 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跟追踪，谢谢大家收看，谢谢。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